我是刚刚练喝的那113年11月11号。台北站3:36，关所牌照是118级数。188也要进站。好，18次。苗栗发车中，欢迎基隆的银绿收一下三分钟，就把银950取完之后，1188次，开往基隆。950没了，台湾高铁瞬间就死。163是往南港。然后这边是187车，九八车九，它也有苗栗。那时候要三分钟就把赢949圈了。有99圈的187车哦，还有苗栗，在那段时间，拜拜。OK， 刚刚就是在台北站时间，谢谢观众的练，拜拜。